啊，找不到要怎么玩、啊？坏掉了，坏掉了。不是啊，刚刚不是有一个佩佩猪？爸爸坏掉了。佩佩猪有没有在下面？坏掉了。哇。阿迪坏掉了。坏掉了，那你啊，小乖要修理啊。我来修，我。你们刚刚踢到了、啊。哦，那怎么办？找不到就不可以玩了。我先冲我妈车来的，爸爸，阿飞，你让我的车走。啊，刚刚那一只佩佩猪跑去哪里？我只有找到两个。啊？只有找到三。刚刚跑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。小青春，我们天。小乖，我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好。哦，那你要收好啊。那是小智啊。那个是小乖。你在唱。小乖会看书吗？来，那你坐这边看，然后你念故事书给阿伯听，好不好？嗯。哦。从前，从前有一个小孩叫做小乖。哦。他玩的时候，结果噗一声变成屁屁超人，然后噗一声就飞起来了。对吧？然后就有一个小呆呆。然后大家就闻到，嗯，怎么臭臭的？然后长颈鹿又去拆一台车了。然后他的椅子臭臭的要怎么办？然后他的椅子上都是大便了。对啊，那大便要怎么办？换尿布。那我们赶快来帮小乖换尿布吧。好吧。来，小乖躺好，来换尿布。哦，你是医生吗？来，那你躺着，我们帮你打针打屁股。有的大约的脚好，你看依依的都生病了，你赶快去帮他打针。好，打针。对，对。你们玩一下，那小乖是医生，要打小鸟啊。